抢地主。大王，你的牌打得太好了。快乐扑克派全民来参赛，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大型棋牌竞对节目快乐扑克派，我是展晨。首先要感谢各个比赛平台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同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光在家里面看比赛还是不过瘾，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舞台上来感受一下在舞台上打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所以呢，大家可以登录专业棋牌竞技平台各个比赛3w.gogo.cn， 或者是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进入到电视台区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大家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参加我们的比赛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的报名热线，或者是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官方微信号扑克的全拼加上5个8。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评麦嘉宾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刘海，欢迎。大家好，今天的比赛又是一场全新的复赛啊，我们的三位选手他们在之前的初赛当中可以说是在每一个组当中都是脱颖而出的，那么今天他们准备怎么样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选手王小川，果敢乐观，冲劲十足。选手李燕，性格内敛，财运上佳。选手吕晓民，经验丰富，洞察力强。好，我们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三位选手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擂台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一号选手王小川，预计一下这五场比赛之后自己能拿多少分？自己能拿12分。12分是不是要求有点低啊？能不能拿个25分？差不多。对，要拿出这个拿25分的这种劲头来。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二号选手，女选手李燕，你好。你好。作为女选手，我们的期待是拿多少分？最好吧。拿最好？对。认为多少分是最好？那就是第一呗。拿第一就行，不管多少分。嗯。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吕晓民，你好。你好。吕晓民准备的如何？尽量发挥正常吧。发挥正常，你觉得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初赛阶段你发挥怎么样？发挥还可以。还可以，所以接下来就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五场复赛当中都能够发挥的超常状态，手气非常的幸运，好不好？好，谢谢。好了，那三位选手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之旅，有请各位戴上耳机。选手第一场比赛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相互之间先去摸索一下对方出牌的套路。嗯，看看李燕手里是一套撒卡飞机啊，一个二牌很整。刘晓民叫了3分，对，两家不叫，大王2个2叫了3分，底牌上小王，给力啊这个牌型。没四断八少凯，3张牌八见了，你看直接上二。这个呀，就逼着你地主来拆王，你不拆王，危险了。飞机带对四都不是带2张单，那说明牌很整。顺子，不炸就走了。哎，好，那这样的话呢，王小川是600分，李燕是600分，吕晓民现在是负1200分。嗯，2个王啊，2二啊都没派上用场。但你看吕晓民这回手里面又有一大王，如果叫到的话底牌是一张小王，又是一个王炸。嗯，我们看这一局的话呢，能不能把上把的那个给捞回来。像这种接连两把都有王炸的这种概率其实也不是很多。对，很小，牌这一套飞机出来之后啊很整。嗯，但是王小川这边啊手握4个5，但是4个5啊一般是轻易不敢动的，因为底牌补上一张小王。嗯，所以小王不见，4个5不能动。但我们看啊，李燕这个牌其实也是相当整。嗯，三代对管上，毫不犹豫果断的插小。现在呢两局之后呢，王小川、李燕还有吕晓民三家是归到了0分，等于是输一炸又赢一炸。没错，李燕是坐手3个2，有5啊，这个底牌啊没有五，现在少9，小对子太多了。嗯，对三、对四、对六，对，提前解决对子。5见了，现在9没见。哎，9也见了，知道没炸了，这时候就可以放心的打一点了。
俩凯不要，两个尖分家了。这时候如果你继续答对的话，你肯定是要用对尖来回的。对尖的话，如果你管不上太大的牌，有一点浪费。顺子，这3、3、4、5、6、7，看能不能送到同伴手里。顺子，哎，果然接过来，然后打一个3到10，一张单七爆片。这时候李燕呢，其实手里啊，哎，圈过不去。那现在该考虑了，这个怎么打？这个勾始终是要打的。哎，这张勾呢，吕小明帮他扛了一张，那这时候就好了，直接大王，然后3、2、6。好，这样的话可以赢得600分。王小川和吕小民分别是-300分，李燕现在是600分。这几局我们看，其实李燕呢手牌都不错，虽然没有王，但是牌很整，都是完完全全的斗地主的牌。其实这个牌啊，哎，看他选择怎么垫，可以垫队伍，也可以选择直接上对圈。那对圈的话，现在就是要打一个5道勾的顺子。顺子。三个尖打出去之后啊，这边地主又上手了。这个二呢，顶是不顶啊？不顶。我们看王小川这边会怎么选择。如果说，哎，这个对三送过来的话，李小民对四一垫，那这边的话没办法了。农民打到最后啊，也只能还多一张单牌。好，四局过后呢，现在王小川是-600分，李燕和吕小民分别是300分。我看吕小民小王俩二四个十，四个圈都是做手的，底牌3、6、9补的刚刚好啊，3、4、5、6、7、8、9，唯一是断钩，直接上小王，见大王就炸，没大王我就，哎，这直接就扔炸，这骗四个钩去了。做手的两炸呀，而且底牌啊，把那些单牌啊全补成顺子了，这个太好了，上的。2分。王小川是2、2、2尖、2凯，这2分。吕小民呢，想乘胜追击呀，又是3分叫了起来。这个可以选择组成3、4、5、6、7，3、8留着带一张单牌。顺子，对子出来之后呢，哎，单牌就垫一张单尖。对三可以过对九，像这个时候啊，就可以直接进单二了，然后大王回勾圈凯的连对，
李燕在思考，他小王应该是得管一手啊。没要。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已经是全牌了，没有炸。现在打三带一或蹲大王都可以。吕小明在领先的情况下，一王两二就是两分。三四五六七八断九，如果组成顺子的话呢，会多出四六七尖四张单牌。但是这个牌啊，组成顺子啊，比组成对子要好，因为组成对子的话呢，单牌也多，然后对子又小。九件了，已经是全牌了。进对圈，那这时候你上对二的话，上不上其实这局已经输掉了。你不上的话呢，这边会直接蹲。哦，没有蹲二，多少可能会有一些顾虑啊。啊，好在说这个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顺子，王小川这边啊直接可以管上。顺子，哎，柳顺，顺子，把顺子顶到最大，然后打一张单三。好，那么现在呢，八局过后，吕小明现在是2500分，王小川现在是-1100分，李燕现在是-1400分。两家不要，到吕小明这边呢叫了三分。几种选择，可以选择做成连对，也可以选择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四五六七八单出来一张单六。顺子，我们看啊，现在其实三家的牌啊都不整，从农民的这个牌型角度来看啊，其实地主的胜算还是稍微大一点的，因为现在我们看李燕这边啊，五张单牌，小单牌，他必须得让地主来过。看王小川会不会拆对二？其实，从牌型上来看啊，拆不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你看一个四五六七八，这个顺子是大的，剩下单六。好，吕小明现在是3100分，王小川现在是-1400分，李燕现在是-1700分。吕小明是左手大王两个二。两家不叫，又是三分啊。好，断八补八。比较敢打啊。这牌三四五六七，这可以组成双顺的。对，但是单闲了一张五，我们看他会怎么选。三四五六七的一个五顺是比较短的，长一点的呢就是3-10或者3-8。果然先出了个五顺。好，为了要话语权，出了顶天顺，打一单三。我们看啊，
李艳这边怎么顶。如果说想把自己的牌做得很整的话呢，肯定是要顶单八的，哎，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啊。先顶了张尖儿，这个对四啊，直接就摸到了这个地主的要害上。李艳对八接过来。我们看啊，其实如果说让地主再过一张单牌的话，就很危险了。顺子，打个单三胜张七。我们看吕小明会怎么选。顶二，小小王，其实大王也要管上。对，那不可能让农民说话。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啊，要么你就要么你就出九，你不可能再出十了。要是出十的话，莫不说刚才就垫一张单十。好，那吕小明现在是3700分，王小川现在是-1700分，李艳现在是-2000分。三个二就2分，三四断五，出了一个二，让地主农民呢把王出了，证明没有王炸了。现在是形成了一条六道沟的顺子，那现在至少需要再过掉一张单牌。顺子，你这个顺子先打出去的话，那地主这边刚好有九道尖可以接，农民这边可以接，李艳刚好有九道尖。这个时候打一张单四单十都可以。二十大牌，地主剩五张牌，我出一个连对也可以，出张单回大王都行。好，十一局过后呢，现在吕小明现在是3900分。李小明虽然是大王两二啊，但是这个牌叫三分呢，还是冒险了一点。两张最要紧的牌全断了，七和十。那虽然七见了，但是我们看啊，现在他地主手里啊有对五、对八、对九小对儿。现在这个对八刚好顶到了地主对八。那其实现在啊，地主现在其实就是要强行说话。好，直接顶二。我们看这个地主对八进去之后啊，实际上这一局已经赢了，打一张单勾回个大王，剩个三带一。
好，吕晓民十二局过后呢，现在是4500分，王小川和李艳，仍然是我们的李艳位居第二，王小川位居第三的位置。不叫，首家不叫，我这边是小王俩三个尖，三分叫起来，3-4-5断6，8-9-10勾圈没有砍，牌还是散一点啊，5张单牌。那现在的话，我们看看拆掉三个尖之后啊，这个无形中又多出来一张单牌，本来三个尖可以带走的一张的，那现在的话呢，也只能一张一张打了。其实地主现在的手里的牌型啊还是很被动的，因为现在外面你看四个凯啊分作两家，每家两张。直接封对凯，上尖逼着地主拆对二，你拆开之后我就上大王，8-9-10勾圈，顺子，没问题，剩3-6带一个四。好，这样的话呢，刘晓明现在是4800分，王小川现在是-2100，李艳现在是-2700。吕晓民他领先4800分之后啊，小王2-2交了2分，王小川呢是大王1-2，就一个大王交的3分啊。底牌补了一个二，对，补了一个圈，这个圈补的好啊，变成了炸弹。上对凯，两家不要的话，哎，现在就可以感觉到两个尖肯定是分家了，把对二骗下来之后啊，手里的这个对尖啊就厉害了，打牌了。看还垫张单十进去，直接上二，回大王蹲两个尖，或者是打3-8都可以。打3-8的目的呢是进九，好，九也见了，可以炸掉了。好，对尖是打牌，对，记牌还是很轻的啊。我们看王小川这把啊，又是叫了3分，3-2叫的顺子。因为现在可能连赢几局之后啊，感觉势头不错，顺子底牌上的呢也刚好可以把自己的手里牌啊组成连线，现在是断勾，顺子，哎，勾见了。那我们看李艳的牌啊，其实是非常顺的啊，不仅手里握着大王啊，现在手里还剩一这个三个圈，带一张。这个对十啊，两家现在都要不起。这三带啊，现在王小川这边可以选择用3-9接。3-9带10，那这边呢3-2管上之后呢也没办法了，因为李艳剩2张牌，而且是手握大王，你打张凯出去之后啊，他肯定会直接上大王的。
不叫。又是两家不叫。大王两个二，叫三分，底牌上了一个三个二，现在三八十，实践了，现在三和八没见。李燕做手呢是三八三九的飞机，牌也是很整。我们看这一对凯啊，刚好顶到了地主。直接上二。仨三带一个圈，这个三带呢刚好可以入手。上大王，一定要上大王，这时候不能拆三个二。哎，对，这个还是很明智的，打对子，因为我手里全是对子。垫对圈，这时候拆掉三个二，用对二来管，然后打对七回对开没问题。李燕这把我们看，虽然只有一个二，但是手握四个十，手叫不叫？这是不是机会呢？我们看，手里全是三带，撒八撒勾撒尖，可以带走三张单牌。撒勾，然后三个尖再带一张，这个牌真的是很顺的。然后剩三四五六七，李燕这一局呢又手握四个四。吕小明要了三分，我们看啊，吕小明要完三分之后啊，现在是三个三没有四七九，四个四呢在李燕这边成了一炸。撒七在对十，撒八在对圈，现在呢我们就看啊，直接上大王了。这样你蹲对二的话，我们看李燕这边敢不敢炸。果真敢炸，对九送过去之后啊，同伴这边可以选择用对凯来接，就差一手牌的时候你一定要接。打一张单牌，只需顶一张凯或尖就可以了，然后回二，八九十勾圈，顺子。那吕小明这把叫了三分呢，结果没想到没赢，反而挨了一炸啊。那这样王小川和吕小明的比分呢就相差600分而已了。没有牌，这把是李燕的机会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牌上来之后补的是也是很漂亮啊，有可能会打成春天加一炸啊。顺子，七道勾，三个尖儿，
李晓明不叫，这把是王小川，是小王两个二四个六，底牌又补了一个大王，断七没八，牌还是有点散啊。金对凯，我们看啊，李燕的牌很整啊，没炸。现在这个牌的话，其实只能撑一炸了。四带二，然后打一个单二。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分数发生了改变啊。王小川呢，现在一下变领先，现在是1500分。刘晓明一路领先的分数，现在变成了300分。李燕现在是负1800分。这局可能还会有变化。李燕手里面有四个二。小王四个二。就真应验了那句话呀，不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不能提前太高兴。我相信李晓明作为选手来说，他的心态应该是保持冷静的，但是作为我们看家来说，我们还真的是心心念念的领先的这个刘晓明，现在分数变成了300分。这个也是一种逆转啊。王小川的确是逆转，和他敢叫牌也有关系。现在这个牌，这样管上之后，这个六七八小时啊，直接送到了地主的手里。再顶着二，没有办法了。虽然李晓明有大王，但是管上之后啊，剩一三一四，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好，那这样的话呢，王小川现在是1200分，李燕现在是-1200分，李晓明现在是0分。在领先的时候啊，叫一分，也是一种策略啊，不留局啊。哎，李燕一王两二，居然把这个一分啊给他了。其实差距并不大的情况下啊，李燕应该争一下。对，因为现在这也是机会啊。
其实我们看地主这个牌啊，看上去真不怎么好。现在需要过的还需要过两张单牌，而且现在必须出对子才能上手。嗯，果然对子送上来了。现在王小川是1400分，李燕现在是-1300分，吕小明现在是-100分。我们的比赛也是逐渐的去接近尾声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作为李燕、吕小明也要时刻准备追分。嗯，我看王小川资源领先啊。3-2依然叫了3分。打个单3之后可以组成2条顺子，3-9，然后8道凯。3-9或者是3-尖都可以，因为是全牌了嘛，所以说他就选择留一条顺子也没问题。好，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王小川获得了本场的5分，恭喜。好了，今天的比赛又要结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看得过瘾吗？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自己来试试参加比赛。首先大家可以登录专业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勾勾.cn， 或者是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进入到电视台区，找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大家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网络海选。赛制是一样的，当然呢奖品还是很丰富的，所以希望大家赶紧来报名参赛。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是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官方微信号扑克的全拼加上5个8，大家呢就可以来到舞台上来感受一下在舞台上打比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希望大家赶紧来报名吧。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勾勾比赛平台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